快就办好了。你瞧，都90年代了，干啥都快。对，哎，我说，哎，我要那素馅饺子，给我包了吗？大年下的，老说吃素的，吃素的，真是纯肉馅的太腻。你瞧这把你租的，过去那年头啊，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个荤腥。那年咱们炖了一锅排骨，你瞧你那吃肉，呵，把那骨头渣都焦了，气得咱们那老黄狗瞅见你就汪汪。你提那干啥？我就跟你说呀，我没说、啊、我去煮饺子去。啊，煮去吧。爷爷奶奶上哪去了？我跟同学一块去玩去了。哎，快洗洗手好吃饭。哎，奶奶，咱们今天又吃饺子。你说啥话？动不动就吃饺子，我都吃腻了。你说这孩子那么大三十的，你不吃饺子吃啥？真是。哎，我差点给忘了，咱们呢今天吃这个啊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哎，你们看，哎，这个好，怎么样？这不就是棒子面窝头吗？过去呀、啊、咱们天天吃这个。什么？奶奶，这可是纯天然营养食品，过去你们天天吃这个，那可是太幸福了。你说这刚吃几天饱饭，撑得胡说八道，就是跟你一样。不是，你说他，你老把我烧上。那不是，你说这大三十的，你这摆一破窝头，你这不是成心找我掉眼泪吗？奶奶，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您干嘛掉眼泪啊？你哪知道啊？过去呀、啊，咱们一年到头的就攒几斤白面，就溜着三十晚上包这顿饺子，那年就愣是一点没有。我跟你爷爷、你爸爸蒸了一锅窝头。大三十晚上的，我想起这档子事儿了呀，我这心里就是不是想起这档子事儿了呀，这心里头就那么。奶奶，您练气功呢？去。啊？他爷爷啊，你说这是咋回事儿？过去我就一说到这儿吧。这眼泪都哗哗的，嗯，你说今儿个啥都没有。现在天天都吃好东西，你还能掉下眼泪来呀？不是啊，我今儿得掉眼泪，我得教育教育他。那也不能生气呀。这么着啊，你跟这儿给我唱个悲歌，你引诱引诱我。不是，那叫启发启发。对，启发启发。我不启发。现在日子这么好了，你满肚子都是甜水，还愣想往外挤苦水，那哪行？你算了吧。那不是啊，那他说的还天天吃饺子，天天吃饺子来之不易。你别吃了几天饱饭，就不知道姓啥了，腐败。你说这破窝头有啥吃的？我们都吃够了，吃伤了，吃怕了，这一辈子不吃的。我都不想他。嗯嗯，新棒子面，我再尝尝。你尝尝。嗯，香香吧。怎么样，味道好极了吧？所以我说天天吃饺子，如此单调的重复，难道您就不觉得乏味吗？哟呵，想辩论呢？那好，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并不是每家每户天天都能吃上饺子，有的生活还并不富裕，他们见着了饺子还是无比的勤切。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反方同学注意到了没有。我买了几瓶辩论大赛。反正今儿也不让放炮仗，咱们就辩。那行，我当评委，来你坐这儿。好，也不怕。请反方发言。嗯，那好，现在请正方奶奶同志注意了，生活毕竟不同于昨天，特别是像处在我们家这样的生活水平线上，绝不可能也不应该留恋这种单一的食品饺子，而是要创造多味的生活，也包括窝头味。 Yes， 我揍你。哎，怎么辩论还行打人呢？你没听见、啊、我这刚掰块窝头刚要往嘴里舔，他说 Yes， 你 Yes 谁呀、啊？不是。人家说的是英文，那 yes 就是实力，是不是？ yes， 你这个，快快快回去，要该你发言了。我发就我发，嗯，发。你说你发言，你老吃，
我绷不住，快咽下去。下去了。嗯，说，刚才反方同学说啥？什么水平线了，什么单一食品了，你说的这个话就像一副对联上说的啊。什么对联啊？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下联呢？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。爷爷，这是对联吗？我不知道最近你看过电视没有。嗯，电视上有一个小孩背着粮食上学校，打开箱子拿萝卜条，就那个小小生，你要是看见他，今天你说话就不会这么狂。你狂，你狂，狂没有好处。当然，当然，我应当想到他，我要努力学习，使他们尽快的和我们一样富裕，这叫人话。可是，如果说主体对于客体强行适应，那么这种客体必然会给主体的内心较深层面带来一定程度的不快。反方同学注意，刚才你说的这话。我听不懂。爷爷，爷爷听不懂还挺横。就是，哎，爷爷啊，你上，你给他几句有劲的。那行，我把他摆平。摆平。哎，请反方注意。嗯，如果天天吃饺子，特别是这种纯肉馅饺子，的确让人厌烦。好，说啥呢？你是哪一头的？对，我说什么呢？你真是啊，难怪人家说呀，多么要强的一个女人。也误不了碰上一个不给劲的男人。知道了，胡说。知道吧？今天咱们因为啥吃饺子？哎，吃了可以不饿。我问你了，饺子饺子就是饺子，新年旧年交在子时。你嘴咋这快呢？因此的话说，只有咱们中国才有饺子，这个饺子也是咱们民族的食品。不对，现在外国人也吃饺子，那就对了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。出来了。爷，这不行，这是我奶奶跟电视上学的。哎，你甭管学不学的，用着还有点绝。真是啊，说一千呐，道一万，不如一位伟大的贤人说了一句名言。请问是什么名言？好吃不如饺子，呆着不如倒的。哎，这是哪个伟大先辈说的？我妈。你真是我妈说的。要不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快说。因此的话说，我就不相信这窝头它就比饺子好吃。哎，今儿这窝头味儿是差点，它里边没搁豆面。瞎说，没搁豆面它能这么甜？嗯，要不就是火小点。对喽，火大点还好吃。哎，请评委注意，我奶奶已经承认窝头好吃了。谁承认了？您。我多少承认了？您刚才说火再大点会更好吃。没说。我没说了。我没说了。你耍赖。我就没承认。你看，我就没。你嘴上还有窝头粘呢。没，我没说，我啥也没说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请听评委发言。请坐。谢谢。你这样还挺正规。嗯。刚才反方思路敏捷，侃侃而谈。虽然毫无惧色，但毕竟是初生牛犊。正方言语朴素，语重心长，但辩论途中因为不懂外语，企图打人，分格不高，完了。真是啊，你说你啊，你啥呀？你整个的一个两面派。哎，我那口窝头呢？是不是你给吃了？我就搁这儿了。这谁这么嘴欠呢？给吃了。你说真是的，我这说吃这口，你说这生活好过了吧，倒不知道吃啥好了。他爷爷啊，咱们走。上哪儿去？上大街。干嘛呀？再买几个窝头去。嗯。